最近有人追电视剧《了不起的儿科医生》，结果发现原本由佟卓出演的角色不见了，疑似都被 AI 换脸成了另一位演员。对此有网友评论道，身子还能看出是他，脸却变了，好别扭。佟卓出道至今，凭借阳光俊朗的五官，清爽帅气的气质，笑起来如沐春风，真真非常圈粉呢。之后因为一些负面消息几乎淡出娱乐圈，虽然佟卓老师自己说他不是劣迹艺人，只是违规咖，但是观众不能接受他的资源肉眼可见的减少了。本来了不起的儿科医生是佟卓演的，但是如今影视剧对风险管控很严格，所以换成了另一个演员。佟卓在失去工作后录制好的节目也纷纷将他的镜头全部删除，不过根据他最新更新的照片来看，参加了老师的生日聚会，脸上瘦了不少，又恢复到以前的元气少年了。读者朋友们，如果佟卓在娱乐圈复出，你会接受吗？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